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来看约伯第十八集，看上帝第二次教约伯自然课，四十章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呢？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 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救自己，你且观看河马，我照你也照他。 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摆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好像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他伏在莲叶之下。 卧在芦苇隐秘处，如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它，溪旁的柳树环绕它。河水泛滥，它不发颤；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它口里，也是安然。在它防备的时候，谁能拿住它呢？谁能牢笼它、穿它的鼻子呢？第一次约伯上了上帝的自然课以后，他没有侧撞。 因此，上帝继续在这边事实上，第二次来回答约伯关键的问题。约伯呢，在约伯记第一章就发觉他被剥两层皮，一定会问几个关键问题：是上帝公平吗？上帝为什么沉默？更大的问题是，上帝有本事吗？他为什么不能把他的自然界定律管好一点？结果，为了折服约伯对上帝的不满呢，上帝最后用。 两只动物来搞定约伯，就是河马跟鳄鱼。因为第一次呢，在上次旋风里面呢，上帝召唤约伯，好像束腰的勇士，邀请约伯呢坐上上帝所预备的云霄飞车，从地质学、从天文学、从气象学、从生物学的角度，尽情的观赏上帝在创造跟治理的实况录影的第一集。观赏完以后呢？ 上帝呢？这个时候邀请约伯回应。约伯仅仅说呢：“我是卑贱的，我只好用手捂口，可是没有撤状，他只是闭嘴。”这个是上帝呢，在这个时候第二次借着旋风邀请约伯继续观赏他创造的实况录影的第二集，也一样召唤约伯要向勇士诉腰，实地观看上帝如何在世界里面治理万有。 特别借的这两对动物，就是河马跟鳄鱼，来范例，成为教材，成为呢自然课的呃教本。原来呢，第一次对话以后呢，约伯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撤销他在三十一章对上帝的控告。在这一次的对话当中，上帝呢像上次一样，上次呢他是从地基，从阴间，而且呢把他拉到最高的地方。 拉到呢诸天光体，拉到呢天文宇宙，拉到气象，然后再降到地球上的野生动物，包括河马跟鳄鱼。现在他把焦点放在跟人一样高度的河马，最后才收网。他说：“我造你约伯，跟造河马一样，因此好让约伯从河马的角度来看，你才是我最贵重的。” 因此，第二次界的自然界对话其实要帮助约伯，让约伯呢把船票撤开。你遭受多多少委屈，就以为我不以公义来治理万有？好，我请你呢再把你的腰带、安全带束好，准备上第二次自然课。这一次我倒要问问你，请你指教：难道你真要上法庭来推翻我的判决吗？ 你完全不撤销你的传票吗？约伯如果想成为好的老师，当然需要成为好的学生。回答上帝的这些问题呢？上帝说：“请问你真的比我会做事吗？你知不知道用公义来治理万有的背后，需要权柄、需要尊荣、需要荣耀为支撑呢？你可有这些属性啊？你真的有三头六臂吗？你像我这么样全能吗？”好。 那我就请你成为君王般的尊荣，穿上威严华贵的衣服。我呢，再度旋风中向你显现。约伯预备好，准备跟上帝对话。现在在这边，上帝借着说：“你看看，我要让骄傲的发怒的，我让这些人臣服下来。特别四十章的十一节，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 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这两节，上帝其实重复用骄傲的，用呃卑贱的，已经预备铺路说，说下面有两只动物——河马、鳄鱼这么骄傲，我制服他，你有本事吗？因此，在第二堂自然课当中，随着第一堂里面的狮子、乌鸦、山羊、母鹿、野驴、野牛、鸵鸟、鸵鸟马。 雀鹰之后，第六对动物出现了，就是河马跟鳄鱼。人们总以为呢，狮子是万兽之王，但是在上帝眼里面呢，不是狮子，而是整天开口大笑、呼呼大睡的河马。特别四十章第十九节，河马在神所造的万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 其实狮子在约伯记里面只占了一一节而已，三十八章三十九节。河马在40章占了十节，它确实比狮子更伟大。稀奇的是呢，这属草食性哺乳类、喜爱群居、生性暴躁的河马，却被上帝用以教导人类它自负万有的全能的一个最好的榜样。 跟其他五对动物不同的地方是，在河马面前，上帝完全没有质问约伯。其实约伯不必回答，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听上帝的话，如同河马听从上帝的话一样。上帝介绍这个听话的动物的时候，看得出他自己非常满意呢。对这个动物的创造，他说：“瞧，这河马全身孔武有力，腹部的肌肉多么结实啊！” 他尾巴硬似香柏树，大腿的肌肉多么壮美！对于软弱无力，约伯记第十章十一节就希望上帝给他复原。现在看到河马，就发觉呢，这个河马单单吃草，却成为庞然大物，这样的神奇，约伯当然带来的赞叹跟羡慕啊！上帝在此给河马来个特写。 要约伯睁大眼睛看，瞧，他的骨头像钢管，他的脚像铁棍。这六组动物呢，是我第六天所造的成果，在我创造的百兽中，它是第一个杰作。只有他的创造物，造物者，能够制服它。河马虽然没有天敌，但活动的空间呢，有它的限制。它呢，在野兽出入的山林中，它。 为它长了可吃的草料是我给的，它静卧在莲叶之下，潜伏在泥沼的芦苇间，还有莲藕来遮蔽，又有溪旁的白柳树来环绕它。好酒成瓮底，上帝借着他创造当中最满意的河马，留下最后一句话说呢：瞧，水陆两栖的河马不仅。 平时服服帖帖听从上帝的话，就是洪水来袭的时候呢，毫不慌张。哪怕是约旦河淹没的嘴边，除了我造物主以外，谁能蒙住他的眼睛来捕捉他呢？谁可以用绳子绑住他的鼻子呢？这让人家惧怕的动物，对我上帝而言，一点都不构成威胁。约伯啊，因此你不要为突然来袭的灾难而惊慌。 看看我如何治理河马，你就可以找到安全感的源头，就是依靠上帝。接着，第二次的自然课的焦点，第二个焦点就是鳄鱼。鳄鱼浩浩荡荡,荡登上约伯记的这个舞台，虽然它没有像河马那么样的庞大，不过鳄鱼可是名见精传，它是上帝作品展示馆的最后一项杰作。 也是上帝招降约伯的最后一道秘密武器。在这一章分成四段，第一段呢一到十二节，你约伯能用鱼钩钓鳄鱼吗？第二段，谁能剥鳄鱼的外衣？第三段，鳄鱼起来，诸神都惊恐。第四段，鳄鱼在地上毫无对敌，它看起来是动物的王。 如此呈现，让完全不能回答上帝问题的这个约伯，终于看清楚上帝的庐山真面目了。上帝不需要做解释，上帝反而要激发约伯，要约伯认识我是谁。你指引我是谁，我倒要指引你是谁，因为要对约伯解释他想知道的为什么会有苦难这样的问题。 你想知道这些罪竟然没有罚，没有罪，好心却没有好报，这些复杂的人文问题，就好像对一个脑筋不灵光的人，你向他解释爱因斯坦，那多困难呢、啊？上帝呢，不用把他伟大的计划写明出来，上帝只要写明他自己就够了。在这堂课里面呢，上帝直问约伯呢，炮火非常猛烈。 他一开始就非常不留情面问约伯，四十一章第一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你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吗？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约伯尚未回答上帝的问题之前，上帝的问卷又发下来的，难道鳄鱼会哀求你释放它？会轻声细语说：“你可不可以饶了我？” 若非他肯在你他的耳朵被你钻个洞，跟你立个约，答应一辈子做你的奴隶，是十一章第四节就是这么说：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永远做奴隶吗？你约伯可以把鳄鱼当做宠爱的小鸟来豢养吗？把它当做你家的小女儿、随所的玩具一样吗？ 渔夫们难道能把它当货物来论价，把它割碎之后来出售给商人呢？上帝提出的问题其实越来越血腥，约伯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你约伯不止不能擒拿鳄鱼，把它抓到菜市场去拍卖，你也不能用鳄鱼的长毛戳穿它的皮，你也不能用鱼刺刺破它的头。 你如果敢用手摸它一下，我保证你再也不敢想跟它搏斗。你想指望抓鳄鱼啊？那纯粹是自欺欺人呢、啊。你会吓得呢失魂落魄的。上帝仿佛在鳄鱼旁边拍拍它壮硕的躯体，对约伯说：“你看到了吧？没有人敢逞英雄惹他发怒吧？即便是如此，鳄鱼、河马跟骄傲的人都是我所造的。” 都是我所制服的，普天之下哪一样东西不是我管的？不是我造的？不是属我的？这里已经暗示三个朋友跟约伯呢背后是不是有撒旦？好让约伯有这个困难。但你会发觉背后的问题，包括因果报应的问题，都绑不住上帝有自由度，他有权柄。其实上帝没有向任何人借贷过，上帝也没有欠任何人债。 上帝不需要偿还任何人。罗马书讲的对，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上帝继续请约伯来看鳄鱼，瞧鳄鱼的身体跟四肢，无以伦比的力气跟体态。我不能不说，全出于我所所造，当然是我所治理。你怕面对鳄鱼，你为什么不怕面对我呢？你怎么敢挑战我没有把事情做好呢？这个上帝。 他让鳄鱼就像用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的合璧，封的紧密。四十一章十五节，这么紧密，创造他的那个上帝真奇妙啊！包括呢，四十一章十六节，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那个气不得透露其间，片片相扣，互相紧贴，毫无缝隙。你看鳄鱼就是力跟美的组合的。 代表杰作，是人间任何的艺术家、雕刻家做不到的。在上帝跟约伯的对话当中，他所谈到的这些动物呢，其实不是友善的大自然，而是非常凶猛、狂野的一面，包括河马、包括鳄鱼、雷暴、风沙、母狮、山羊、野牛、鸵鸟。大自然呈现的不是别的。 而是一位神秘、难以估量的神，一位完全的他者，配得人类的敬拜。上帝借的自然课，其实问约伯三件事：第一个，你能践踏邪恶吗？第二个，你能创造无用的吗？第三，你能管理敌对的吗？了解这个三个问题之后，才会说了解。 上帝会问约伯：“你岂可废掉我的公义啊？你太狂傲了吧？”这三个问题你都不能回答，因此上帝没有回答约伯为何无辜者受苦的问题，反而出人意外的问了约伯更多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约伯的挑战，倒是向约伯发出挑战。难难怪有学者怀疑《约伯记》呢，并非阐述苦难的一本书。 上完的这次的自然课，你有几个功课可以学？特别对搁浅的人，第一，上帝借着大自然彰显他是公义、能力、智慧、慈爱、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在旋风中呢，上帝向约伯显现，这个上帝不是伦理的神而已，是世界的造物主。他借由询问约伯，从苦难的伦理困境当中引导他。 对被造之物的这些自然课程，好让约伯对被造之物很知道自己无知，才体会上帝是全知、同感万有、不可理喻的奥秘的神。第二个，上帝呢不只是慈爱、怜悯的神，他向约伯显现，他不再袖手旁观，而是呢借着大自然的课程介入约伯的生命。 好让约伯看到上帝所造的大自然得到安慰，因此这个造物主又是连续慈爱的神，他也是信使的神，他掌管生命。从上帝创造大自然，就发觉上帝非常可靠，就像鳄鱼、河马那么稳定，彰显呢，上帝创造的奥秘背后，这个上帝呢其实很可靠，因此。 借由被造之物来告诉约伯：“你放心，你可以依靠我。你的冤屈，上帝会给你平反，因为我呢是公义、能力、智慧、慈爱、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第二，搁浅的人从自然课学到，上帝要约伯从苦难中认识自己，从炉灰当中建立信心。 两次上帝向约伯显现的目的是要让约伯知道上帝的智慧跟能力。对比约伯呢，人类是很无知、很软弱的。因此，从鳄鱼跟河马来让约伯被衬托出，原来大自然不是你管的。因此，约伯就谦卑下来。因此，他才会在四十二章第二节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就俯伏信靠，等候交托，把主权交在上帝手中。所以，上帝借着自然课彰显上帝他的所有的全能的属性。第二个呢，也让约伯呢伏在上帝面前，开始建立他的信心。第三，上帝要约伯重新认识苦难的价值。 因此，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借着苦难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因为上帝就把约伯放在鳄鱼、河马的位置，来了解这个大自然，也因此了解背后的那位上帝，他如何向你显现，他如何帮助你。整个约伯记帮助你了解几个反思：第一，大自然是上帝给搁浅者的一本教科书。上帝用这些大自然，就好像耶稣一样。 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供应那些饥饿的人，仰望上帝；有困难的人等候上帝。大自然是上帝给搁浅者的一本最好的教科书。第二，上帝借着大自然来教导搁浅者信靠跟谦卑。鳄鱼，你管的吗？你有本事践踏鳄鱼吗？ 这些问题被问的臣服之后的约伯呢，就开始学习信靠。第三个，你了解你的庐山真面目。过去一直在质疑上帝，你公平吗？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有把事情搞好吗？上帝问三个问题：你能践踏鳄鱼吗？意思说你可以践踏邪恶吗？你可以创造无用的吗？你能管理敌对的吗？背后的问题，上帝在问他：你是谁？ 你在哪里？你能吗？这些约伯被问的呢？回答变成：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在，我一无所能，我只能在胡炉灰里面。我过去问了太多我不懂的问题，我现在臣服在上帝面前，知道你在管，因此我就交托。又原来万有都是你的，因此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他，归于上帝，愿荣耀归给他。 因此，帮助你上完上帝的自然课之后，把所有人生的困境交在上帝手中，敬拜他，等候他，仰望他，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大自然在你手中，恶意河马在你手中，连灵界也都在你辖管当中。因此，帮助搁浅的人信靠、顺服、等候、仰望，归荣耀给您。这样交托、臣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面祷告。 阿门！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